从我们家过到马路对面过来，带着孩子参加他的朋友的生日。借我看一下，来，你看一下。我在录视频呢。我来录。你来，你为什么要你来录啊？你不能录在地面上，你要录在周围的环境。对，录慢一点啊。那我来吧，你那手太低。我来。往这边照，那边把整栋楼都照进去。对，好，往那边照。那双子塔。那一个工地，咱家北边的工地，那边是太红酒店，到这里万逸酒店。来，你会摔倒了，来给我吧。这里是什么？星巴克。爸爸是在哪？是在哪里？是在哪？哪？不远洋子现在在哪里啊？不远洋就在海底捞里啊。海底捞啊！我要是我。等着我，咱们一起。你吃火锅呢，不能再吃鸡蛋奶了。咱走楼梯上去还是坐电梯啊？走电梯吧，走电梯了。你往哪儿去啊？走这里，这里，电梯在这里啊。这不是吗？假的花。就为了我走上，我都老到这进来。啊，都俩都到了这儿就结束了，我都没在家。那才老有三万个，起床了，等他十三元借三万了。好，这个墙上你拿不用扫码。Thank you.